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稳定音响 YouTube 频道，我是 Eason。 那今天很高兴，我邀请我们皇家的李经理到达现场来。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那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东西为大家开箱是来介绍来自加拿大的品牌 Cassette， 它的 Delta Pre 以及它的 Stereo Power， 就是前级扩大机跟后级扩大机。对对对。那李经理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品牌的故事？观众朋友，哈塞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品牌，其实他的故事非常有趣。麦克先生是他们的总裁，他邀请很多亲朋好友来到家里听听他的音响，哇，他就很开心跟他们介绍。哪里知道听到一半，砰的一声，因为他使用的 A 类扩大机突然爆炸了。所以他是心里想，哇，哎呀，真的是好不容易请这些朋友来，怎么可以让他们失望呢？他就自己开发了卡塞的扩大器。那他要求扩大器就是绝对要声音要好，那要非常非常稳定，所以80年的时候就诞生了卡塞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品牌。我知道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我相信有很多用家都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品牌。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透过特写看到卡塞这个品牌前后级扩大器这个型超过十年都是这个型了。然后它的厚度你看前面这个铝板的厚度，它把它折成一个么字形，这个铝板的厚度外观看起来是2公分哦，其实它有 3.2 公分的厚度，让机械结构是非常非常稳定的。那在Sound Unit 集团的加持之下我们要强调的是现在全部都是日本制造，是它是加拿大设计，更有日本精神的制作的工艺在里面，产品的无论是声音稳定度各方面都是算是上品。但是扩大机往往会苦恼，我隔壁邻居的王先生他是用哪一个牌子啊？我的连金又是用哪一个牌子？哇，这很苦恼。喇叭 B&W 就对了，但是到底要选哪一台扩大机？所以卡塞呢，他秉持了一个精神：如果你辛苦了一辈子，想有一套好听又稳定的系统，于是原厂针对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让卡塞来量身定做。李先生，我们来聊聊这个 Delta Pre 它的一个内部的功能以及这些线路的部分。一个是声音特色，是声音特色，我们不妨就要带到了 EQ 跟 Tone Control。对，这个是一个 Delta Pre 的一个算蛮核心的部分是。那我看过它的 EQ 的一个设定的。最主要它这个 EQ 的设定解决我们用家整个空间上面它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去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是。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不用现在所开发的像 DryEq 的或者是波两声道的这一个系列，我相信用家都非常的龟毛。是。真的是龟毛。对对，都是非常的苛求，碰到 EQ 就会很害怕。是。但是跟各位观众报告的是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交给专业了。但是 Delta Pre 来说的话，它的 EQ 是左右两边独立设计这两个线路，那这个时候每一个声道里面它有五段可以调整，那这五段可以依照专业的软体，然后是可以处理到整个的曲线是近乎水平的完美型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它有内建这个 DA 的解码，包括我们 AES EBU 啦、同轴啦，还有 USB 的解码，是，甚至 Run 的 Test 是。那本身原厂有提供这个 APP 可以做，有的可以做调整。那在 DA 这一块，它用上的晶片解出来的，我看一下 USB， 它这边可以解到32384，是384。DSD 也可以到256的地方那同时三组的同轴是。那讲到讯源要怎么进去呢？这个部分也替我们很要求的，它所有的端子头都是 Full Tag。那另外在我们前方，除了音量旋钮的部分，荧幕的右边它有一个 Menu 的按键 ，Menu 按键在旁边，你就会带到一个耳机了。这是很多我们使用者会忽略的地方。那耳机是让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直接声音您确认您的耳机听到的直接音和您用扬声器出来透过 EQ 的调整而呈现出来的声音再做微调。是的。那说到我们讲的 DA 的部分，它还附带以 MMC 的唱头放大，是您如果要享受黑胶唱片好听的声音，这个功能就派上用场。其实这个部分蛮棒的那过去Eason在黑胶这一块也有大概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通常会碰到就是 MM 或 MC
MC， 还有它的主抗跟容抗、哦、等同是它是内建一个、哦、非常棒的一个唱头放大器、哦、是是是，那你也可以省去这样的费用、哦、除了刚刚我们讲的 EQ、嗯、还有我们的 DAC、嗯、甚至我们最新的 APP， 甚至用 AirPlay 的方式去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唱头放大器，基本上前几的功能非常完整。对，但是切记的是使用上面非常简单，要么你使用遥控器，这个按钮也很大，不用害怕找不到地方按，是，然后有夜间的显示功能，对，所以脚垫的部分有没有要特别提一下？脚垫呢，专门委托制作脚垫的工厂来制作，那它是四个脚垫，四个为什么要做到四个脚垫呢？我们常在说三点决定一平面啊，所以是不是三个点最稳？但是我们平面不一定是那么平整，那透过可以微调的这个脚垫伸缩来调整，然后甚至它的旋转的部分的外围还是用整个铝合金车子、啊、包覆起来，包覆起来，包覆起来。对，那它的这个 CAN bus 是可以透过网路线连接的方式，把卡塞所有家族的器材通通连接起来。附带提一个哦，如果卡塞系统要跟 AV 做连接的话，它有 bypass 功能。bypass 功能，是的，对，这个算是说对外的一个资源。那对自家呢？其实卡塞过去的很多鹦鹉螺用家还是用卡塞，是，所以你知道鹦鹉螺有可能就是一次要用上四台，因为鹦鹉螺它有两个分音器，分音器一边是有四圈哦要做，所以你就非得 stereo 四台，然后可以针对这个一键去驱动之后，把所有后级都开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谈谈我们的后级的部分。这一台是 Stereo 版本，那 Delta 系列的话，它还有一个 Mono 版本。那照面上的规格啊，吕经理这边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是我们的 Delta Stereo 后级，针对8欧姆的匹配呢，是有250瓦的。如果今天到4欧姆的话，那它是500瓦。但是很特别哦，今天如果是2欧姆呢，它的消耗不是跳上去了，是到350瓦，因为它在整体的线路上有它的独到之处。不是阻抗越低它的瓦数往上推，但是非常特别的是我们一般聆听消耗的瓦数都大概有20瓦以内吧，所以卡塞这个 Stereo 的后级它有一个特殊的线路设计，它在 12.5 瓦之前它是用 A 类放大，是 A 类放大呢，声音是温暖柔和，你声音的厚度呈现了出来。往往我们音量小声的时候，想说听到一些比较深沉的低频的声音，它是没有的。送出来的电流是无法驱动单体往前震动。那透过 A 类的设计，我们送出来的电流是大的，所以相对我们在音量小声、夜深人静的时候使用，哇，你真的是可以听到啊，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中低音频的表现。那我们知道过去卡塞它也是 A 类的奉行，是。那但是还是没有摒弃掉前段 A 类12瓦的那个工作状态哈，那整个外观及做工的部分，还有用料的部分，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再提一下？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机器本体前方除了两个类比的显示表之外，您会看到表的左边有一个很像鱼鳃，鱼鳃，那这个做什么用？它是要把冷空气导进去，因为 A 类会放大它的线路本身的物理特性，它会产生热，那这个冷空气导进去里面来做降温，对机器本体来说是最好，所以在后方它会有一个风扇，静音风扇，就是只要开机的状态温度达到一个工作定点，它就开始做一个散热的动作，是，那这个是延长机器的寿命，所以卡塞的后级是蛮耐用的，基本上这些鹦鹉螺的用家跟卡塞的后级来搭配，大家都蛮称赞的，因为是非常非常稳定。过去我大概20几年前就接触过卡塞它的后级扩拉机，是，那这个用家呢算是一个朋友啦，他家里用那个 Apogee 的这种履带式的这种喇叭，可是这种喇叭其实有时候很讨厌，它的阻抗有时候会低到接近快1欧姆哦，对，所以有一些扩拉机如果推力不够线性，跟低阻抗的反应能力不够的时候，都会把扩拉机烧掉。我就记得有一件事，就某一个人就觉得是说，他家的扩拉机做得很好，他想要去推他们家的这个 Apogee， 结果一推马上没多久就冒烟了。
然后因为他自己使用就卡塞的，是是是，他是觉得缺点就是太热了，对，而且非常耗电，对，早期其实坦白讲好声音没错，可是非常耗电，温度非常高，那所以卡塞在2000年之后，他所有的外观的设计就是这样一次化的设计，造成因为这个铝质也是快速的把它散热，把它导出去，对，把它导出来。那在内部的用料的部分呢、它的里面有两个大的这个，它是 dual mono 的设计嘛，是上下两个左右两声道，大颗的环形变压器，是它把所有功率晶体哦锁在里面，然后透过这个小风扇把它往后排，对，前面吸后面排，里面的零件特别是电容的这块哦，我相信后集大家很关心的都是它电容的品质，是也是直接用上猛豆腐的这个电容，所以你不要以为它在日本制造，它所有的零件就是 made in Japan， 对，不是的，对。所有发烧友都知道嘛，就是哪边的材料好就用哪边，是，所以才会在说您有进有出啊， input 的部分他用 Flutec， 那他的针对他 output 的部分，他在喇叭线端子头特别做了一个类似扭力扳手的这样的设计，好，让我们在锁喇叭线的时候锁到刚刚好就好了。还有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它的那个后级的部分哦，有一些啊，像它都是百万的，是，对。如果可以的话，你是 BMW 的用家的话，你可以用它的双线百万的系列来推动，会更好。对，就是高音接一组线，低音再接一组线。那这一次不啰嗦，为了要达到你的要求，各位朋友，您对音乐的要求与执着，它在电源线的部分，原厂特别跟 DR Caustic 预定了这一组电源线。那这组电源线强调的是说，当整个工作温度上升了，我们需要的消耗值，电力的消耗值，当然在电力传输的过程中，电线温度也会向上攀升。那向上攀升，不要去影响它的阻抗，让它的电流还是源源不绝的送进我们机器里边。对，所以这一条电源线真的就是原厂做干心的处理方式。对，没错。这个通常我们买后级都不会送一个，帮我们的观众朋友省下一个预算。对对对，好。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这个总结、那有很多人会觉得是说，我只要买卡塞的后级就好。是。那现在很多的一些串流的部分，是是它就带前级了、对，甚至 DAC 都有串流前级的部分。可是你的系统如果要升级的时候，你要外部的类比输入，甚至你有唱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 CD 的时候，它会受限，真的会受限。对，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声音的走向的部分。是是是。基本上 DAC 也好，或串流前提也好，他没有办法去、在整个搭配性上面去做一个连贯。是，近几年来，其实高阶的品牌才会去做 pre 这样的东西啊。那一些厂家其实已经都没有在做这种 pre 的，都是用综合扩拉机去取代。好，卡塞也是考量到他自家的这些、系统后级们。我只是说，喇叭们，对喇叭们，无论是你是鹦鹉螺的用家，是的，不论鹦鹉螺还是你是800系列，或者你是700系列，甚至600系列，都可以使用。那过去其实有一些高阶的 EQ， 像 Cherro 那个 Palette 那个调色盘，那个一台都2-3万块钱美金，对，而且以前没有 Q 值，没有 Q 值可以，这一次它有 Q 值，对，有 Q 值，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调整的 dB 数，它的频宽可以限制，控制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去做一个修正。但是我们使用上，经过设定，使用上是真的很简单。你就要调大小声，选择我们要哪一个 source 就好了。因为前置动作，您信任的音响公司的专业的人员已经帮你做好了。是，过去可能有一些老用家只能靠自己的耳朵可以调得出来。那我们现在都会用上一些仪器啊，是啦，是啦，去做收音，甚至打出一些讯号、粉红噪音，然后回收回来，根据你现在的一个频段去做修正。那很高兴呢，今天邀请我们黄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稳定音响来说明这个有关于卡塞的 Delta Pre 及 Stereo 的后级的这个前后级的开箱哈。那我们今天呢，影片就到这边了，欢迎我们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的部分看到一些连结的资讯哦。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稳定音响来体验这一套卡塞的 Delta Pre 及后级的立体来推现场。是采用这个803。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或是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好，下次见，拜拜。拜拜。